各位企业家大家好，我是 Dr. Bannon， 我是一位企业教学老师，在这企业教学中已经拥有了26年的经验。在这26年里面，我们整理了一套方法，能够协助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，以最适合的战略方法成为他们行业的第一名。在这26年的教学里面，我们充分明白到老板有一个很大的纠结，就是他知道如果不转型的话，公司将会被市场淘汰，但是一旦他们转型的不成功，他们可能会面对立刻灭亡。所以我们沿着这个企业转型为终极目标，设计出线下的108个小时的课程，把公司发展分为四大阶段。初创期我们称为它为 B 现象，发展期我们称它为 C 现象，成熟期我们称它为 HC 现象，推出机制我们称它为 HB 现象。老板应该如何在他初创期从 B 转成 C， 从更有效的方法转成 HC， 或者他的方法应该用什么策略从 HC 转成 HB？ 我们有一系列的财务工具与计算的方法，协助老板能够企业转型成功。现在市场上缺乏的不是知识，缺乏的是在转型过程中碰到突发事件而无法继续进行改革与转型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要求老板上完我们线下课程之后，每月定时参与我们的线上企业咨询，通过3小时的辅导，把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所碰到的任何的挑战一起商讨，直到转型成功为止。各位企业家，如果你对这26年的教学有兴趣的话，请在以上或者以下的 link 点击。我是 Dr. Ben， 我将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见面，大家一起转型成功。谢谢。